好，我们说一下今天吃什么。这个是酸的，下面也是 nut。这个是腰果，这个是腰果。腰果，这个是什么？杏仁。杏仁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grape。这个龟下面是 blackberry， 这个是cupcake， 这个是 mini donut， 这个是好的是strawberry 跟猕猴桃果汁。好了，我们吃早饭吧，各位拜拜。